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一年当中有一个共同的期盼。看春晚，看春晚呀、啊！看春晚，看春晚。2017重装亮相的《我要上春晚》，直通春晚，迎着新时代的春风起航。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助力选手们上春晚。有梦，你就来。为百姓打造逐梦的艺术舞台，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春晚对我们来说，就是年夜饭的一道菜，少了它呢，就少了年味儿了。主持一说大家过年好，我们就感觉这个年开始了。这里汇聚全球艺术精英和拥有梦想的文艺爱好者，能登上春晚这个舞台，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梦想。为春节联欢晚会提供富有朝气的文艺作品。我希望多看一些我们零零后爱看的，比如我特别喜欢二次元。好听的，好玩的，逗乐的。我们都别刷手机，别看春晚，我得选能上热搜的。他们将在这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梦。许多人的表演都令人吃惊，有些人注定要登上春晚，这是足够勇敢换来的机会。今年传奇仍将继续，以人民为中心，将选择的权利交给普通观众，回归春晚创作初心，唤醒文艺百花争艳。有一种情怀叫春晚，有一个梦想叫直通，万众瞩目就在眼前，你要做的就是尽情绽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17我要上春晚的现场，承载梦想，为征服这个舞台的你点赞。我们的口号是我要上春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广汽传祺独家冠名播出的2017我要上春晚，传祺 GS8 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为征服而来。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四位点评嘉宾，他们将会建言献策，让登上春晚的节目日臻完善。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董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中国曲家协会主席姜昆，著名演员张凯丽，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谢谢，请四位嘉宾就座。为了让每一组选手都充满信心地站上舞台，我们还特别请来了筑梦嘉宾胡可。大家好，尖叫声。其实每个人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都有点找不着北，所以今天胡可来作为筑梦嘉宾，就是要让临上舞台的选手们充满信心，给他们加油。没错，让他们用最放松最愉快的状态表达最美的自我。太好了，那我就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我的荣幸。加油，谢谢胡可，谢谢，赶紧去做准备。在这儿呢，我还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2017年我要上春晚的竞演规则。我们每期节目呢一共是七组选手，每一组选手表演完毕之后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呢将用点赞的方式来为他们投票。七组选手表演完毕之后，相信现场的观众朋友心中会再有一个排序，你们认为谁最好。两轮点赞是我们相加在一起排在第一的，就可以直通春晚。但是也千万不要以为后面的六位就此失去了机会，因为四位点评嘉宾在每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决定发不发出直通卡。
好了，那赶紧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选手。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一开场阵仗就这么大，我特别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著名的钢琴家刘世坤老先生，您好。小提琴家唐玉，您好，唐玉先生您好。哇，两位今天来到这里也是要挑战我们《我要上春晚》吗？我们和一些神秘的、奇特的、神秘的演员一起争取上春晚。哇塞，有一点呢，我是要透露给大家的，他们是非常的时尚，而且非常的有青春活力，完全正确。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向春晚出发。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啊，应该叫做载琴载舞，琴舞合一，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新鲜的节目。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些阿姨们，她们年纪最大的，你们能猜出来多大年纪了吗？74岁了，哇！平均年龄60岁。我们2013年曾经上到《我要上春晚》，我们跟董卿姐姐妹妹。一喊董卿姐姐，董卿姐姐哭了。我是跟着我们的小生生叫的董卿姐姐。好会讲话，阿姨。很高兴又见面了，而且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有活力了。年纪最大的是哪位阿姨来着？哦，这位阿姨，我这哪像70多岁啊，就这么看就跟47岁差不多。我虽然年岁最大，但是我的名字在被他们叫的最小，他们叫我甜甜，还不耐烦的叫我小甜甜哈。啊，因此呢，每一天每天受到大家的尊重，每一天每天都在锻炼，所以我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棒。我身体已经忘记了我的疾病，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年龄，我就可以跟他们一块儿，他们跳多久我跳多久，他们跳多高我跳多高，所以现在感觉特别好。
我刚才一直在算我跟他们还差几岁我到他们这个年纪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这么的可爱，这么的充满活力，你们太棒了。刚才那个舞蹈只是他们略施小技，还有很多高难度的技巧，是吧？我数三二一，大家看看什么样高难度的技巧。三二一，哇，厉害不厉害？来，起来吧，阿姨。我有个建议，因为 Flamingo 基本上还是要热情，那其实可以加入一点元素，因为你们现在都是还是整体的舞蹈，可以尬舞一下，一边比如说表演甩裙，一边用手鼓掌的话，我就会更热闹。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各位姐姐，因为这个 Flamingo 舞它不仅仅是热情奔放快乐，那个眼神里面还要有一些动人心魄的东西。你们各位姐姐有没有练眼神呢、啊？跳 Flamingo 舞？有啊，我们要不要现场看一下？苏老师，来来来，苏老师你出来一下，对对对对对，我们专门展示一下眼神，来，你就看着姜昆老师，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他电倒了。姜老师嘴已经张开了，哇，姜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说相声的不会说话了，求饶了。啊，这样年纪的人在舞台上像年轻人一样整齐划一的来展现出青春的色彩，我们应该给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那今天刘世坤老师在咱们的现场，钢琴大师，咱们应该听一段刘老师给大家带来的 Carmen 啊，对不对？应该有尖叫声，对不对？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支持我们的花样奶奶的话，现在请点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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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支持这些可爱的奶奶们。5 4 3 2 1 179个赞，谢谢阿姨们，谢谢刘世坤老师，谢谢唐韵。非常感谢刘老师和那个唐老师，他们二位来给我们助阵，给我们的节目增添了不少的光彩。我觉得他们能够冲上去，对我们是最棒的，对，冲上春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登上2018年春晚的舞台，赶紧拿出手机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在我要上春晚的专区上传15秒钟的才艺展示，并请你的好朋友为你火力点赞。火力值高的选手将会登上2017年我要上春晚的舞台，拍视频领红包。火山小视频 APP。千年阿姨，可是张巧英。千年阿姨，你给弄不赢。千年阿姨，娘都得起小松，小谁都没见你不松吧。我们是三不渣组合，我是格桑，我是扎西。哇，两位欢迎欢迎欢迎啊！说到这个名字，我知道扎西德勒应该是吉祥如意的意思，那格桑的意思是什么？
心想事成。太好了，那今天肯定心想事成，对不对？我们用藏语加油好不好？三步扎休加哇，向春晚出发。最主要的是要把歌曲表达好，然后把我们的作品美的快乐的展现给观众。我要上春晚。所有的舞蹈演员，谢谢你们。你们是朋友，其实你们上来之后我以为是兄弟呢，因为每一个眼神哈，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默契，声音也特别的漂亮，我喜欢你们。我还是很亲切啊，桑布扎又看到你们了。二位，你们俩应该有坚持了七八年了吧，你们这个组合2009年开始。对呀，刚好是七年之痒。那怎么还没散呢？先看一下能不能上春晚。因为而且扎西又不是专业的，你现在还是公务员吗？是的，但是我们两个特别有缘分。首先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说要不你也喜欢唱歌，我们俩就搞个组合吧。我说这个可能有点难，因为我确实不是专业的，但是他说你行的，没有问题。然后他就一时也就是每一首歌他都会就是一句一句的教我，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所以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就是经历了所有各自的生活当中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他结婚的时候我是总管。
哦，这比那个好哥们儿还要好。嗯，你想结婚的时候当伴郎，就是帮帮他而已，总管就是整个管理婚礼。哎，还有家人的事情。没错，而且你们俩的这个组合桑布扎是取了各自的名字的一个字组合在一起叫桑布扎，但是非常巧的是，桑布扎同时又是藏族最伟大的一位语言文学家。因为他藏文字流传下来，所以也希望你们的这种情谊能够绵绵流长，也希望你们的歌声能够一直流传下去，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我就听了你快乐吗？藏语教我们一下好不好？很好听。其实我们刚才那个藏语里面是让嘎西西，拉嘎西西，让嘎西西，扎嘎西西，就是希望你快乐，这个是扎嘎西西啊，对，让嘎西西，你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那嘎西西，那嘎西西啊，扎嘎西西，那嘎西西。我特别想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叫洗衣歌啊，洗衣歌啊，最后就是。车的车的骑的骑的嘿走嘿走，车的车的骑的骑的嘿走嘿走。结果我们呢，改成我们的汉话，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得嘞嘿嘿，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得嘞嘿嘿。其实也是吃的吃的，也是洗，也要一搓的意思。看来是对的。对的。今天据我所知，好像你们还带来了一个咱们藏族的乐器，是的，弦子。对，然后边拉边唱，然后边跳，然后人越多的越好。那就来吧，伟忠老师、董卿、姜昆老师、凯丽姐姐，四位是不是还少点啊？要不我再找点现场的观众，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几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会支持他们登上春晚的舞台吗？如果支持的话，现在请点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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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个赞，我们把掌声送给桑布扎组合。特别的爽，非常激动，现在在嘟嘟嘟嘟嘟。如果我们能上春晚的话，我们会有更好听的作品献给大家。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广汽传祺独家冠名播出的2017《我要上春晚》传祺 GS4 国际新派 SUV 智享生活家。哇哦！这么炫酷的这个花式篮球的表演啊！大家好，我叫王斌，是北京 JS 花式蹦床扣篮表演队的队长。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 F3 的星仔。那平常都是怎么去学习跟练习的呢？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嘛，就直接用手机下载一个火山 APP， 然后里面 APP 对、一个短视频 APP， 里面就有很多玩花式篮球，像蹦床扣篮的，他们又。会发一些视频在上面，然后可以一起学习。相信你们今天一定能成功，好不好？南北星球联盟 ，Go Go Go！ 哇哦，向春晚出发！这次呢是作为帮唱嘉宾，为兄弟挺一把劲。作为年轻人嘛，大家都很有梦想，我们也有一个篮球梦，我们相信我们年轻人的力量。3, 2, 1。
一路走来就是下了我的心。一段红尘线要让我窒息。Only me 被你质疑也会记得，我会做到底。我从看书字典里没人输， flow 要横要酷，歌词要有深度。都是剧本录。You see I'm crazy， 为真理提度。看到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真正长大。融入不仅才是空气，不要被偏见绑架。放下独自为梦想走下去的那个暑假， Money 打算要挣两手给我的 homie 属下。爸妈原谅我对你们说的谎话，哪怕为了安心启程，没为了躺下。Don't worry， 放心吧，别担心了，一直带进化。谢谢。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还有两位助理嘉宾，就是当下很受年轻朋友喜欢的 UNIQ 的成员李问翰和周逸轩。Hello， 大家好。谢谢你们的配唱。哎，听说你们好像私下也在跟他们学习，是吗？对对对，我们一直都之前有一起打球，然后也跟他们学了很多的花式篮球的动作，虽然学的不太好，现在。哎，要不要现场展示一下？掌声在哪里？高中时代篮球场上，只要听到女生在场边，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哇哇！哎，你们完全没让我们准备一下，怎么就坐上去一个人？啊，第二个，第二个。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姜昆老师打了30年篮球了，姜昆老师也可以完成这个动作，是不是？能蹦得起来，当然下来是什么样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觉得有一样您可以试一下。你说，花式篮球转起来，您可以吗？花式篮球，可以吗？来来来来来，姜昆老师，来来来来来。啊，用这个球吧。这个，哎，姜老师，您别担心，我马上就会展现奇迹。董卿需要你来配合一下。你和刘谦那句经典的台词是什么来着？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您先闭上眼睛，您把手指头伸好了，太高了。来，准备，开始。睁开眼睛，姜昆老师。哇，怎么样，姜老师？真棒，真棒，真棒！哎，生活当中我们任何找一个这样的东西都可以让它站起来，只要有支点的东西都可以。是吗？你们手里有什么？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口红。口红啊？口红行，可以啊。来，姐姐您上前一步。我这车钥匙也可以吧？还可以加速，帅帅帅！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我觉得真可爱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可以展现一下运动的中国。有一年，其实花式篮球已经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了，但不是你们是吗？刚才你自己也意识到了今天的表演失误比较多。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因为我们可能不太适应在舞台上边的这种，灯光啊，包括地板什么的环境还是不太一样的，再加上大家有一些紧张，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失误。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我记得有一年春晚的审查，
我就记得姜昆老师就在台侧旁若无人地对着那个墙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在说自己的台词，我们就在那儿看着。快要上场的时候就问姜老师，我姜老师您多少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了？姜老师告诉我好像当时是十五次，然后还在一遍一遍一遍，最终直到他那一步跨上台，笑容面对观众。所以春晚的舞台就是这么残酷，你永远要用最好的状态站在那里，不容失败。不过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点赞也表达着对他们的一份支持。那现在你们会为这样一个热爱花式篮球、热爱蹦床扣篮的小伙子们点赞吗？请点赞。他们的点赞数是242个，祝贺！谢谢你们，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到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我们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如果是10分是满分的话，6分。不是特别满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广汽传祺独家冠名播出的2017我要上春晚，传祺 GS8 旗舰级豪华大7座 SUV 为征服而来。哎，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我叫刘宇昭。我叫徐宇泽。哎，徐老师，你看认识他吗？认识啊。知道吗？唱歌那个，去年春晚在一起在胡歌，特棒。胡歌是男的。哦，人家是女的。对对，人家叫胡可。嘿，小神龙俱乐部，你忘咱小对小动画片，他演那俱乐部演的棒着呢，我跟你说。俱乐部不是，两位这谁请来的啊？我服了，行不行？我服了，两位的这个语言功力我已经领教了，是不是啊？那咱赶快出发好不好 ？OK， 我们向春晚出发。哎，希望能在舞台上呢展示出更好的状态，啊，都有点紧张，但是希望还是把好的状态呈现出来吧。点赞，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来到这儿非常的兴奋，也很激动，没错。哎，做个简单介绍，应该的。旁边这位老师是优秀的青年捧哏演员徐宇泽。是我。哎，我是来自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我叫刘宇昭。是他。徐老师，知道现在我在哪儿工作吗？您现在在哪儿上班啊？东三环有一德北窑，你知道吗？太德了，我不知道。大北窑。对。哎，我们那片有一个专属名词，叫什么呢？叫淄博德商圈。这都没听说过，这淄博德商圈。哎，怎么还小写的呢？不是 CBD。 对，怕说了你不知道还汉语拼音呢。您这 CBD 啊，大的 office。 哦，是啊，大的写字楼。我的天哪。哎，其实徐宇泽你知道吗？我知道，当我进入 office 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真的，以我的身份，我觉得在跟你 talking 就蛮 low 的。我们就那种 feeling 的。对，就是那种的。对。哎呦，对对，您这么着，您把您那个全套来一遍怎么样？可以啊。您从您上班打招呼开始。没问题。您别弄三两句骗我们。谁骗你？您来了，一进入 office， 啊，我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听听怎么不同。嗨 Tom。 嗨 Jerry。 这我老看的，这个猫逮耗子，那个是不是逮不着，老让那猫欺负，比还一大狗。我就看看那不是不是 Tom， 我是我们男同事的名字。你们这男同事家大人还给起一猫的名字。嗨 Tom。 嗯。嗨 Crystal。 这又是什么呀？女生叫 Crystal。 现在这大厦里都不装监控了吗？怎么还都小偷来了？ Crystal 啊，很高兴的 Marketing 的同事能够在一起。 Marketing 是什么？市场部。啊，市场部。平时大家都是一种 too busy 的状态。这个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呢？
推盲。推盲，我觉得今天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啊，应该总结一下 Q 一的问题。对， Q 一又怎么回事呢？第一季度啊，第一季度，总结一下 Q 一的问题。应该说 Q 一来呢 ，Mark 的同事还是蛮努力的，对，尤其在 idea 方面，我觉得 idea 是什么？招儿。啊？招儿？你听着解释真接地气儿。在 idea 方面还是蛮 OK 的，当然我们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费用呢险些没有 cover 住。对，这 cover 住是什么？钱不够花了。通俗易懂啊，当然不能到因此到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这 copy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我问问还不行吗？用原来的啊。行，我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 one team 的一个问题。具体到个人 Crystal 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不能体现 marketing professional 的一面。整个的 marketing 在公司还是蛮重要的，我希望在 Q2 即将结束的时候能够帮助 sales 尽量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才有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 share。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一个 team， 应该像 family 一样，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Thank you。 太厉害了。对，这么说话还真好听，就这种 feeling。 现在流行这么说话。对，你回家也这么说吗？我有病啊。不是，这不是好听吗？回家也这么说。回家也这么说呀。见着我爸正做饭啊。Hi Tom， 我在 ready dinner 是吧？这就来了。我蛮辛苦的。做了什么呢？我看一下。什么呀？黄瓜。哎呦，这个 idea 蛮 OK 的，对。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就把黄瓜放在案板上，刀放平了。您在大的 office 里上班没见过拍黄瓜？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呀 ？Tomato 啊，西红柿。Potato 土豆。豆腐丝儿。豆腐丝儿。豆腐丝儿。不是这英文我不会。不会，嗨。还没学全呢，就炸死的这些吗？哦，炸死的，就炸死的这些吗？啊，主食呢？主食什么呀？我就 copy 昨天的 copy 剩饭，就着拍黄瓜吃剩饭。Tom， 我理解的啊，你也理解。我相信这么吃下去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的。对，没问题。照你这么吃，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关于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写邮件 CC 给我的妈妈。CC 你，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家怕媳妇儿。当然，我回来以后能不能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呢？什么问题啊？就是回家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以蛋白质和纤维素为主的内容。对，是这样的。蛋白质和纤维，没肉是不是家里？对。那说话不用这么绕的吗？对。啊，我爸说话也得这样。也得这味儿。Oh my son。这什么意思？这个我儿子叫叫你呢，这是啊，很高兴能回来。是，平时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啊，平时忒忙。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简单了。我要向你 say sorry。您太客气。但是我觉得你在社会上时间可能蛮久了。是啊。对，说话还是蛮刺耳的。又刺耳了。我承认，这么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没问题啊。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就哎，你别老领着我行吗？没关系的，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你敢写吗？尽管她的 title 比我高。我们知道，我不怕她的。您不怕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的工作。morning 什么单位？早市。太洋气了。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还有东西支持你。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您回答我吧。为什么今天餐桌上少了一些以蛋白质为主和纤维素的主体内容呢？啊，就是没肉啊。为什么没肉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早市的肉啊，太贵了。说实话吧。现场的掌声还是蛮多的、啊、哎，你们能不能用刚才的那个状态帮我说句话呀？好嘞，欢迎呢由广汽传祺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对，广汽 GS8 呢，今年超华大的最 SUV， 为征服而 come。 对，我是为着 because come， 就这意思啊。对对，凯莉姐姐，您要不要找找他们俩的那个语言状态？看了你们两位的表演，我 very very happy。 你们用了很多新奇的 idea， 我 feel 到了你们的 heart。 也让我 get 到了一种新奇的 talk。 I like you。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太吓人了吧。特别感谢 Jennifer 老师。
我们在生活里好像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景，遇到过这样的人，那么就说明这个相声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关联。我喜欢来自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想到了2017年春晚姜老师他带来的这个《新虎口遐想》。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这带你缺德不缺德呀？我怎么了？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坤哥在讲完这个相声之后，还特意去看了唐杰忠老师。那年的除夕，但现在唐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所以我就觉得春晚可能也就是一个晚上，他可能这一年的春晚就结束了，但是春晚的故事不会结束。那相声可能一段它就结束了，但是相声这个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人传承下去，所以希望刘宇昭和徐宇泽加油，看你们的了。春节大家都是需要欢笑的时候，那么需要欢笑那就离不开相声，相声演员一代又一代的在我们的应该说在这个舞台上所贡献出来的这个笑声，虽然人走了，马季老师走了，李文华老师走了，还有这个唐杰忠老师走了，但是他们的笑声永远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徐宇泽啊，你是不是唱歌唱了好多年了，对吗？对，十来岁就开始唱歌了。对对对，你们想不想听他唱歌什么样？这你都知道啊？那当然。这个吧，这别鼓掌。这他唱歌就是捧，就相声界能唱歌唱两句。其实我唱歌比你听我这嗓音，我唱歌比他好听多了。你唱歌属于要命那种吧？没听说过。你唱什么呀？你唱一个。哎，咱俩比一下，你敢吗？可以，没关系。我先唱，我让着你，我先唱，好吗？行，看你还让着我。今天我看年轻朋友多，咱们唱一个新歌，唱一个《悟空》，好不好？哇，厉害啊！你这傻家伙上来就。这歌可不好唱、啊、你的意思就是接下来要唱八戒是吗？我待会儿啊，我就随便唱，你就能感觉到那种魅力。这个歌不好唱，你也知道，它需要丹田去拖这个声音，难着呢。我告诉你，别给这话筒摔了。没事，跪着呢，你甭管了。好好看着点。哎，悟空啊，关键是这个精气神很重要，是吧？是，孙悟空厉害呀，灭世还影啊！对对对，你这是火眼金睛吗？完全是近视了，近视，高度近视。刚炉子里出来就这样，别捣乱啊！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海山还是敌丑？就当他欲说还休，这一棒我就抡死你。这欲说怎么着还害羞了？不是，这猴瞧见什么了就害羞啊？害羞。人家这歌您得唱出那灭世还影的劲儿。唱这样的、啊、哪样我听。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敌仇？金箍当头，欲说还休。猴哥，哎呀，猴的歌让八戒唱了。没听说过，您别跟这捣乱了。哎，确实唱得好哈，确实唱得不错，不错吧？谢谢。来，现场的朋友们，你们会为这哥俩点赞吗？现在请表决。3、2、1，好，他们的点赞数是298票，恭喜，谢谢，感谢这个王上春晚的剧组能给我们这个机会，对，没错，哎，在全国人民面前呢展示这个作品，也把这个作品最好的
状态呢呈现给全国观众。我要上春晚，我的春晚，我的年，我的春晚就是全国人民大联欢，我的年就是多挣压岁钱，不让打人。欢迎关注火山小视频 APP， 我要上春晚专区，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为选手上春晚送上火力支持，还有更多未播节目花絮等你来看，拍视频领红包，火山小视频 APP。Hello， 大家好，我是能唱里面最能吃的文科女孩周子淇。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北京男孩，我叫孙天宇。欢迎两位，两位这个非常有青春活力，而且还有点萌哒哒的95后音乐伙伴。哇，马上就要上场了，有没有一点紧张？啊，我紧张的时候，这儿有一个一连串的这个上场之前的动作。还有动作是吗？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我希望这个啊，好，我先演示一下。动作是这样。哇，好，别致的动作哈。那现在我们在上场之前，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动作来放松一下，好不好？来，备起。好，向春晚出发。我觉得我们能拿到这张卡，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是独一无二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让我们上春晚。再见我的爱，去一个人不在，再见我的过去，不继续懈怠，再见我的眼泪跌倒会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那光芒是谁？ Hello Hello 是我的未来。失去一切，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原来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这两位呢也是正在读的大学生，大几了？二位？大三了。哎呀，我喘一下。我也大三。特别给大家介绍，他们二位都不是学艺术的，他们参与的那个网剧《薛定谔的猫》，现在在网上已经有3亿多次的播放量了，而且很多人还是蛮喜欢的。而且学习音乐剧是吧？又站在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难免紧张。
你是学什么专业？我是学汉语国际教育，就是教外国人说中文的。啊，你呢？我是学这个自动化，是一个工科专业。也就是说，其实你在上大学之前，初中的时候就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想法去努力呢？因为其实家里人不太同意这条路，因为他们觉得艺术其实是一条挺难走的路，有一种就好像把所有东西都堵在这上面。但是我真的太喜欢了，我觉得我特别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哦，在听了你们的故事之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多的纠结于其中，我应该顺从于我的父母，还是我应该去选择新的专业，其实听从你的内心就好了。青春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一切都可以被你改变。加油。1999年春节晚会，我带领着12名相声演员拍了《回眸望九》，大概董卿知道《回眸望九》，一次演得比一次好，一次演得比一次好，就是到了大年29的时候，给我们给毙了。因为这个舞台是人民的舞台，这个舞台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种需要，那个时候的这种痛苦啊，基本上人都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要想干文艺就准备去受苦，我就给你们这么一句话。谢谢。想问一句，你们是一对恋人吗？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绯闻的名言不叫名言。如果说有了绯闻，我俩能成名言，那我俩就有绯闻。姐姐，你从励志剧一下转成了言情剧。那个主要婆婆妈妈演太多了。那个，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很成功了，在这个年龄能够登上《我要上春晚》的舞台，已经非常棒了。所以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们的表演非常清纯，可是唱歌跳舞各方面来讲不到专业。我觉得周子淇唱的蛮好的。现在好多专业歌手也唱得很一般。对对对，这个专业歌手可以唱。董卿姐姐可以举出例子来吗？我就不得罪人了吗？像我，唱歌跳舞或者演戏，你可以当做兴趣。可是如果你的兴趣变成你的工作的话，很愉快。但是我必须跟你讲，无后路可退。那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愿意为他们点赞吗？来。请表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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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他们的点赞数是257个赞。不在乎多少，有人赞我们就开心。对，说明有人认可我们的努力。完美。来，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广汽传祺独家冠名播出的2017《我要上春晚》传祺 GS4 国际新派 SUV 智享生活家。大家好，我是谭门第七代嫡传谭正言。胡歌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正言你好，有没有机会跟你学习一下？可以吗？学习不敢，咱们切磋一下可以。这样，我先教您一句简单的念白吧。好好好好。相公，相公，娘子。开玩笑，开玩笑，沙溢哥不太起眼的，开玩笑。这没事录节目，人一相公，你说这太幸福了。这次带来的节目呢，和以往不同，这次加了一些比较新鲜的元素。是什么新鲜的元素？可以透露吗？这个暂时保密。对，那咱们准备好，咱就出发了，好不好？好，向春晚出发。京剧呢是一种很包容的艺术，我觉得可以和各种艺术形式来混搭。其实最终目的呢，就是能够来吸引非戏迷、年轻人来关注京剧、喜欢京剧，走进剧场看戏。
想说就说，从不管时间地点，从来都不会像你一板一眼。每次当我开口，全场一起拍手，气氛被我带走，不想听你在吼。年轻人当然要迈着年轻人的步伐，说唱街舞滑板还要搭配上涂鸦。要这个麦克风，由我来揭晓。咿呀呀，太喜欢，是否太廉价，太老套？我能找到的坚守理由只有宝刀，为了给你台阶下。一板一眼，全部都是条条框框，被规矩束缚，没有自由，没有 freestyle。一品一寸家产，全叫功夫摇摇晃晃，想要传达什么思想，人们不会知道。是谭门第七代传人，也是我们京剧界最高的一位演员，1.85米的身高。今天你带来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表演《定军山》，那加上了新的这个 rap 也好 ，hip hop 也好，你把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谭。嗯。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因为首先今年是我太祖谭鑫培先生170周年，而且这个戏呢，《定军山》这个戏又是我太祖谭鑫培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个剧目，而且呢，我太祖谭鑫培就是在当时这个年代，勇于创新、不保守，的典范，不管是从唱法呀，还是接受电影啊，都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我们这代年轻人呢，既要学习前辈的这种精神，所以我们就创造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就为了纪念敬畏这个谭鑫培先生，所以就写了一个谭。我很喜欢这段表演，尤其最后的时候，辉子跟王文清你们的 B-box 跟 rap 做得非常好，词搭得很漂亮，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尴尬之感。这个你看，一个美国纽约的次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精彩。这种表演我觉得扔在春晚上的话，我觉得是个创举，很棒。谢谢。我都知道这个嘻哈其实是即兴的说唱吗？对。那个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能不能来一段即兴的？ OK。 Yeah。要来个即兴说唱，讲一下现场，我们风格多样，让各位鉴赏。董卿姐、凯莉姐，还有伟忠哥，还有姜昆老师，你们觉得这节目如何？哦，谢谢，我忘了你名字，不好意思，希望你理解，我也理解这形式。我很开心，现在上了 CCTV 了，现在我来 B-box， 把你就交给辉子。
Yeah， 年轻人当然要用年轻的精神，每当我 freestyle 都会满腹经纶。Yeah， 我的 freestyle 特别的即兴，你知道在这个地方给你考验我的记性，不用准备，每次都是即兴，准备会很累。没错，有时虽然我在家待着很懒，但今天我发誓我一定要上春晚。Yeah， 有时我做说唱也不会嫌累，致敬台下的这几位前辈。Yeah。姜昆老师，您知道什么叫 freestyle 吗？这个 beatbox 什么什么 freestyle 这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们，我学了多少年，怎么唱都是快板的味儿。你今天可不可以来一小段即兴的用京剧的 freestyle？ 这样吧，我说一些这个我这一到现在的一些心里话吧。好啊。今日梦，此镜此心，二十年来勤学苦练，此正腔圆，意情待深，而本年进取持家，与时俱进，不忘初心。我他们的期待的船谈正言，我要上春晚。好，哎呀，说的我特别感动，我的鸡皮疙瘩都快出来了。你没有过说我为什么就因为我姓谭所以我就一定要干京剧，你没有过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吗？没有过。可能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也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责任，不管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事业，都要有责任。郑岩一亮相从台深处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当时就在想，咱们梨园世家好多像四大名旦都不过三代，只有谭家七代。我想谭富英先生看见了这一幕会怎么样，谭小培先生看见了这一幕会怎么样，谭新培先生看见了这一幕，我想他们应该会感到很欣慰吧。所以我就觉得你刚才那句话也让我很感动，就是你有这份责任，既然咱姓谭，就得把这事儿给继续传承下去。对，而且今天爸爸来到了现场，谭孝曾先生，谭派第六代传人，我们掌声欢迎。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创新和当下年轻人的嘻哈的结合，因为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尤其是老戏迷不太同意，您怎么看？我刚才也看了一下，确实我觉得挺好看的。挺阳光，挺亮丽的，是不是？啊，虽然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从事的是传统的艺术，可是我并不保守。我觉得今天的青年人应该有他们的担当，应该有他们的创新。大家说的都有点沉重哈，我来一小段 rap 好不好？真的、啊？哎呀！即兴的啊，彩蛋在这里。今天我来到这里非常的高兴，嘻哈与中国京剧神一样的同步，我们的戏曲事业继往开来，可以考虑郑岩登上春晚的舞台。谢谢。好，刚才这个节目谭能不能登上春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会点赞吗？请表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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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这个节目获得点赞数是
286个赞，恭喜，谢谢，谢谢谭老师的到来。满意满意，嗯，满意，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认可我们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没问题。我要上春晚，我的春晚，我的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广汽传祺独家冠名播出的2017我要上春晚，传祺 GS8 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为征服而来。接下来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我们常说压轴大戏就在最后，那最后这个节目到底好不好看呢？胡可，哇，我们看到我们压轴的选手啊，非常的这个养眼，都是漂亮的姑娘，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们来自广西杂技团。哇，好好听的声音啊。哎，我发现啊，我注意到了你们每个人的身前都有一个鼓，不太一样样子啊。这个是我们广西瑶族的长鼓。长鼓，对，就是在我们瑶族重大的节庆节日当中，大家都会跳起长鼓舞。嗯，哦对，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呢曾经拿到过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银狮奖，还有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黄鹤杯金奖。哇，究竟这些鼓在这些姑娘们手里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呢？我们拭目以待哈，我们一起加一个油好不好？加油，好，向春晚出发。今天这个舞台下面出了这么多的嘉宾，大家也有点紧张，有点兴奋吧，希望我们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爱你们哦。
谢谢广西杂技团的姑娘们。我估计很多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都对你们那个会动的那个鼓特别感兴趣。你要不要来试试，董卿？你来吧，来嘛！广汽传祺的 GS 八，你驾驶的都那么好，好。试试看啊。挺好，你别冲下舞台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董卿，这个就这样是不难，但是你要知道，他那是当时腿上还顶着100来斤重的一个人呢，他要保持一个最好的平衡，要一个最好的力托住他，上面那个人还得要顶鼓呢，所以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很厉害。谢谢董卿。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也不好把控，因为是看不到方向的，就因为要躺着嘛，完全凭感觉。对对对，完全凭感觉来走。我想问问潘队长，你是队里年龄最大的吗？对。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我今年36。对，我在广西杂技团已经21个年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舞台吗？离开过2年，2013年，我有了宝宝，2014年生宝宝，2年多吧，离开了2年半，孩子1岁半，然后我就又回到了这个舞台上。1岁半的时候你又回来了？对，其实我回来之后，我老公是不同意的，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拼？他说你图什么？你孩子这么小。他说你舍得他吗？他说的话都没讲清楚，你就路都没走稳，你就离开他。因为我们训练要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晚上。董卿，你是问到他的痛处了吗？因为就这次来参加我要上春晚，她跟丈夫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了，因为她老公就跟她说，我希望你回家把宝宝照顾好。但是他说，我还挺留恋这个舞台的。就在来的前两天，他练功忘了接孩子了，孩子哇哇的哭。去接的时候几点了？快6点半，因为他们幼儿园5点半就必须要接走了。可是因为我排练了，当时忘了。然后我就急急忙忙开着车到那里，已经6点半了，进大门就听到他哇哇的哭，就是哭得很凄惨的那种。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跟你老公说几句话，把你心里想法跟他说。老公，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对我的包容和理解。我真的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请你相信我。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选上了明年的春晚，那才是真正的最后一次，请你支持我，理解我。杂技演员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而且他们为了我要上春晚，他们走到这个舞台上来，因为这个舞台是老百姓喜欢的舞台，因为这个舞台是人民需要的舞台，他们这么苦练出来的这一份本领就是要献给人民的。我觉得跟你的老公说，全国人民都支持你们，都感谢你们，好吗？我觉得这个节目也好看，孩子们又那么美，那么青春，所以要我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节目，你可以考虑登上春晚的舞台。谢谢，谢谢凯丽姐姐。北中老师，我觉得你的节目非常精彩，非常有国际性。那这么你们应该都算是国宝级的人，我认为你老公，我若是你老公的话，我也害怕。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杂技演员，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中国文化要走出去，
而中国杂技的确在世界的舞台上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很多的荣誉，但是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谁能够叫出一个杂技演员的名字吗？虽然你曾经在春晚的舞台上，在很多大型晚会的舞台上欣赏到了他们精彩绝伦的表演，但你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姓什么。相比很多天天站着头版的那些所谓的当红演员们，他们太默默无闻了，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健康，牺牲了最宝贵的陪伴孩子、老公、爸爸妈妈的时间。他们扛起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们扛起的是中国杂技四个大字。我向他们致敬。哎呀，姑娘们全都哭了，说到心里去了，是吧？因为能登上春晚这个舞台，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梦想吧。现场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节目《摇星鼓舞》能登上春晚的舞台吗？请点赞。紧张不？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兴奋吧。你们觉得能赢吗？我们希望我们赢。三二一，好，摇星鼓舞获得的点赞数是274个赞。好，谢谢姑娘们，谢谢你们，稍事休息。感觉有点小遗憾吧，就是完美的展现的话，我觉得这个票数应该的能拿到300票。大家其实还是挺紧张的，有点兴奋控制不住自己了。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话，我们会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观众。今天晚上的七组选手现在都已经表演完毕了，马上要进入我们第二轮的点赞。我们两轮点赞数加在一起排名最靠前的才能成为我们的直通候选人。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每人手中有三次点赞的机会，你们会给谁呢？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在接下来思考的这个时间里呢，在2017年我要上春晚的现场，我们特别增设了一个环节叫致春晚。我们争取把那些经典的春晚节目原班人马请到我们的现场，再给我们带来一份久违的记忆。那今天我们特别把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个节目，唐山的一群老阿姨们为我们表演的《俏夕阳》带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唐山的阿姨们登场。
谢阿姨们。王阿姨您好，教教我们那个最标准那个动作怎么做来着？我看呐，都教个简单的吧。您是觉得太难了，我们学不会是吧？来，三二一。多可爱呀。谢谢谢谢。我觉得时光过得真快，刚才我在台下一算，2006年，现在11年了。还是原班人马吗？有6个。举一下手，阿姨们参加过2006年春晚的。啊，最大年纪的阿姨已经跳不了了，80多岁了。我问问那个，您今年高寿啊？实际上啊，我也不大，我今年才68。阿姨在台下跟我说，我说你11年了没啥变化呢？阿姨说，我当年参加春晚的时候长得太着急。那春晚也上了，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愿望吗？因为我们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我们的时间现在可以说都临表过了，所以说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2022年不是有冬奥会吗？我们想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给我们编一套运动的街舞，在那儿展现给全世界的好朋友们。我真没有想到啊，时隔了就这么多年以后，这些老同志还在这个舞台上还能这么精美的把那个精气神又演出来，让我又重温了一次我们的唐山的皮影。哎，我心里面感觉到过年那个滋味浓浓的，真想在春节的舞台上再看你们的皮影戏。而且他们的表演还有一个意义，是那些年我们提出了开门办春晚这样一个理念，他们也是属于让真的让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能登上春晚这样一个大舞台，圆自己心中的梦。阿姨跟他们说说那年上完春晚之后我们怎么着了。我们呢，不好意思说啊，也是小有名字的人了。名人。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春晚以后回到唐山，我们要打车回家，上了出租车以后，司机师傅都问你们是上春晚的吧，看着咋这严肃，跟春晚上的一样啊。我们说对。拿到目的地以后，这师傅说啥也不要钱，那把窗户我们开个窗户下车以后，开窗户给他扔进去了。这师傅又扔出来了，你们给唐山争光都够了，甭给钱呐。我就是觉得他们实在太可爱了。你看一个个笑容可掬哈，我太稀罕你们了。我觉得这个皮影戏的概念呢、啊、太精彩了，然后其实这个还可以叫小孩一起来表演，男女老少一起表演的，因为这个动作太精彩了，那个剪影太好了、伟大创作，伟大表演，很棒。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阿姨们今天再来到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节目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种情怀，让我们好像一下把时光都倒转了11年一样。但是还好阿姨们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我们掌声送给阿姨们，健康长寿。谢谢阿姨们，谢谢你们。这一次的心情啊，不亚于上春晚的心情，相当相当的激动，让观众看看我们中国老年人现在的精神面貌，看到老年人的生活了，也都看到我们祖国在强大在发展。希望我要上春晚的所有选手加油加油加油。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每个人手中有3次点赞的机会，可以给一个节目，也可以给其他的节目，我们两轮相加，票数最高的将会拿到我们的直通卡。你们现在想好了吗？这3次点赞会给哪个节目呢？现在请点赞。经过第一轮的印象点赞，七组选手依次接受了现场观众的点赞，并得到了不同的点赞数。接下来第二轮综合点赞，每位观众有3个点赞机会，可任意投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和节目，累计获得现场观众2轮点赞数最多的选手即为本期直通候选人。
3、2、1，我要上春晚。此时此刻，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完毕，票数最高的将会获得我们2017我要上春晚开播之夜的首张直通卡，会是谁呢？谁拿到直通卡，谁将会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让我们一起倒计五个数，5、4、3、2、1。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完毕，票数最高的将会获得我们2017我要上春晚开播之夜的首张直通卡，会是谁呢？谁拿到直通卡，谁将会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让我们一起倒计五个数，5、4、3、2、1。我们掌声祝贺谭正言。正言来到舞台中间，现场的朋友们，咱们全体起立为他鼓励，好不好？祝贺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另外六组选手并不代表着就此被淘汰了，因为在我们四位嘉宾的手中还有直通卡，他们能有这样的幸运吗？下期我要上春晚，各位再见。我要上春晚。那今天的这七组选手里面啊，我觉得真的是卧虎藏龙。这首歌我非常有感触，歌唱得非常好，各种形式歌都能唱，所以我决定帮你融资了。我们经过非常慎重的商议之后呢，今天晚上我们会要发出2017年我要上春晚的第一张直通卡。